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十二月二十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韩国瑜强调讲，两岸未和谐，金门受伤害，也讲蔡英文弄潮疫情政策，蔡英文讲韩国瑜唔捌国情。苏花街伫正过车搭专线通车，苏澳到花莲只要75分钟。在今年四月，分林立兴大化三厂爆炸，宣判厂长等七人拘役30至59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讲，蔡英文弄潮伊的青年政策，蔡英文也讲，这根本代表韩国瑜就唔捌国情。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仔日向监察委员说明干部，也讲到政府伫咧防非洲地震情形，话一顿就讲有人食肉食鬼嘴，佫嫌蔡政府袂晓做代志。总统蔡英文二十出席立委倚天同齐苏营的竞选行程，针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批评蔡英文偷抄伊所提供的青年创业贷款的政策，伊反驳，这代表韩国瑜根本就无清楚国情。那他自己提出来的时候，那就发现我们好像有在做，或者是有在讲相似的情况，他就说我们抄袭。这个充分的表现出一件事情，他真的不了解我们这个执政在做什么。面对前副总统卢秀莲批评讲，是安怎民进党民调这么高，却也是要来撒欢心套话。蔡英文表示，我按个选举无关系。蔡英文嘛回应柯建铭指控，讲伊捌讲过两间常规委同意，叫柯建铭有证据台提出来。反渗透法不是跟选举有关，反渗透法是跟这个国家的安全有关，中国对台湾的全面性的渗透，尤其在选举的时候，大家感受更深。另外一方面，行政院长苏贞昌向监委干部的时阵，强调讲要防范非洲 DJ、杀台商、回台、甲东分等等的政策。啊，不过马那就是你讲对手的电影，你叫后卡。有人满嘴吃了猪肉，还嫌蔡政府没做事、不会做事，这是口是心非最好的注解。针对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批评讲，苏贞昌应该爱上李奇念体课。蔡文表示，选择变较紧，规个国民党讲话已经离经。啊，若是韩国瑜电影杀讲选政可能搁一届来发生1920枪击事件的讲法，蔡文认为讲选政稳定领先的人袂做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今仔日去到金门做事，韩国瑜搁再强调讲，九二共识也拒绝一国两制，也讲两岸无法度和谐，金门是受伤上加严重。另外，副总统的政见发表会正当的进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也讲，伊会甲重点放伫个政见，未针对赖清德。支持者的国旗真热情收听。虽然经过外行情报的事件，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二十钟头来到金门进行听基层声音的录导，甲立委候选人陈菊顶讲台。韩国瑜讲两个人选举号码，一个是九号，一个是二号。趁这机会，搁一届来强调讲九二共识，拒绝一国两制。我们整个国民党对两岸最重要政策是什么？九二共识，一中各，我们没有办法接受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我们就是坚持九二共识，以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我们展开两岸和平的征战。针对伫咧电视政见会的表现，蔡总统去外界批评讲一直伫看稿，韩国瑜认为选民个底有评论，也是台湾团结联盟指控韩国瑜捌去用关于去少年官候选，韩国瑜是回讲做恶韩国瑜的三个面已经笑起啊。我觉得选举到了抹黑对手，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已经接近了疯狂，上帝也疯狂的疯狂，我觉得他们真的发疯了，黑韩产业已经发疯了。韩国瑜强调讲一定会提高，另外副总统政见发表会伫咧二十开始，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强调讲未来针对赖清德。重点是蔡英文做得很糟糕啊，我去骂赖清德干什么？是，对不对？赖清德我基本上很尊敬他哦。哦，对对对，我不会去攻击他个人什么什么事情的。因为伊挺韩欢海的大游行被伫高雄拼场，张善政表示会去参加挺韩的活动，啊，若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事件，美国公民应该避开游行。韩国瑜是回讲，挺韩游行是用快乐做主题，未去制造任何冲突，呼吁支持者爱表现出快乐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在今仔日落南去到嘉义做事，面对高雄拜六有挺韩国瑜、甲罢免韩国瑜的游行，宋楚瑜也烦恼讲会发生闹会冲突。另外，伊也批评民进党的翻新头发。你看，吞了这个，身体棒啊！
访问嘉义在地企业奈斯集团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强调，食品安全是所有台湾人上关心的代志。伊甲老朋友集团副总裁陈敬仁见面时欢喜，啊，不过陈敬仁并无公开支持。对高雄礼拜六发起挺韩罢韩游行，宋楚瑜反而指出，这让台湾无老会变做变调，呼吁两台火车唔通对撞。呼吁明天不要对撞，不要让选举变成流血。变成台湾觉得脸上蒙羞，我们要珍惜台湾自由民主的价值。国民两党正面冲突，伊再三表示，大家是同胞，不是敌人，选举不应该沦为激情。不过，针对蔡政府自己要通过反省套换，宋楚瑜批评这种做法不可取，因为连家己做过民进党前面总统副主席，亲像支持一国两制这种，在中国无讲过话，拢免被漂白，更何况是两百多万的台商，要如何纠正家己的清白呢？他有能力去为两百万的这些台商来去好好去做吗？一个政府如果法令去推动而不能执行的话，突然伤害你自己的威信。伊强调，反省套换不可行，过做不到，只是咧无情绪卡油，造成社会亡国感。宋楚瑜今早基层听取民意，也将炮火对准对手蔡英文，明讲时事基地，要用政见甲辩论，互选民认同。记者综合报道。选举特别到了，第三势力甲小党拢想要拼出头。最近选举北到郭文德的绿党，也因为郭文德口说讲因是太监，也甲郭文德伫咧扯把柄。另外，乡下论坛也讲到两岸一家亲的瓜分点，反而讲民进党的反省讨伐若准来通过，敢会影响到乡下论坛举行？也爱民进党甲规矩讲好清楚。选举特别到啊！台北市长郭文铁进前指控蔡英文总统有摕100万元予网红翕影片，去予绿党呛讲要提告。不过颠倒去予郭文铁呛倒转去，讲皇帝无急，颠倒是太监正着急，佮讲绿党就是太监。落尾郭文铁又佮对网红收钱这件代讲失去记忆，去予前市府发言人林浩明批评伊是伫地气。而在郭文铁出席开台妈祖驻台400年活动的时阵，接受媒体访问就口说绿党，佮对蔡英文总统的竞选。笑目开炮。当然，在21世纪本来就不应当有太监的行为，可是导致为什么导致有人家做那种太监的行为就没办法了。他我觉得奇怪，林特明为什么对这个猛追穷打，对吧？他这么喜欢农会，我们就真的煞有介事来调查一下。因为你们曾管道太多了，包装来包装去的太多了。民进党现在如果你叫蔡英文公布竞选账目，那把藏在哪里也查不到。麦伫咧乡下论坛，但出两岸一家亲立场的郭文铁，对民进党团要拼伫咧12月31日会期结束之前完成反省讨伐的三讨，这是不是去影响到未来乡下论坛的空间？郭文铁认为，要爱甲反省讨伐的规范定义好清楚才有影。以前我们。民进党政府是对大陆呛虾嘛 ？OK， 那就算了。不过反正都把规范的对象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台商跟台湾的人民嘛啊、哦。这个在目前两岸交流密切的状态下呢，除非讲得很清楚，你知道，不然会引起很大的疑虑。选举以来，郭台铭也跟郭文铁的关系真微妙。19日，郭台铭邀请郭文铁参加台大癌症病院的活动，结果郭文铁却临时拒绝。这是不是代表郭郭两个人的关系出现变化？外界也是真关心。记者阿敏晶、丁玉穗代表报道。本地伫咧明年正月初五全线通车的苏花街，却因为通车日期跳票引起争议。不过，公路总局在今仔日宣布，苏花街南澳到和平、河中到大清水路段，明年正月初六下晡4点开放通车。经过九年时间，公路总局二十宣布，苏花公路改善工程会在明年1月6日下晡4点全线开放通车。我们经过相关的一些安全的测试，经过我们中间一些委员专家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咨询，把这缺点修正完以后，明年的1月5日。这个可以达到通车的标准。那我们第二天6日就举办一个简单的仪式。公路总局表示，苏花街是自2011年1月动工，分为苏澳甲东澳、南澳甲和平甲、河中甲大清水三路段。其中苏澳甲东澳已经伫107年1月通车，南澳甲和平、河中甲大清水路段通车伫明年1月6日。过去苏澳甲花莲2点钟，即马应减少为75分钟。除了苏花街全长36.1公里的南回公路建设计划，香兰甲金轮甲大鸟段分别伫今年7月甲10月通。
通车，上南平安苏加草埔一直至三通车，屏东甲台东延伸30分钟。暗过到地交通部变通车的时阵，同款也是禁止机车行，即号机车座一直话无公平。我们大型重型机车不是去年才开放，他们逐渐在把我们路权给收回去，从以前我们可以走到现在不能够走，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很多的协会都非常的反弹。未来公路总局对未来的道路的规划的时候，能够重视到我们目前有十几万的使用人口，我们的混合策略很严重。假设我们有新旧的这个台九线就是苏花公路可以选择的话，我们怎么样利用车种的分流达到我们交通安全的目的。对机车座开放苏花街、南回街上路的诉求，交通部目前已经进行长磅空通行机车条件委托研究案，案审完成了后，会进一步提出具体建议。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万隆航空敢会当继续飞咧，交通部表示有收到因报件的资料，民航局也正在审查，若确定要甲因废除牌照，才会通报交通局。不过伫咧短时间内，因可能真歹开复航班，在旧历过年的时阵，外岛地区会请军机甲海运来到支援。万隆航空这个月12号已经宣布停飞，民航局隔天新闻给万航通知要废掉因的执照，万航会当伫18进前提出说明。交通部证实，阮行伫13和18两个时间点，拢有提出一份报告，说明未来继续经营的细节。民航局正在审查当中。18号下午5点要结束，结果他们2点多的时候又送来一个补充的说明，所以现在民航局跟律师他们也对补充的说明哈，在做一些讨论。那最终的结果，他们如果他继续的话，就是这个不用报到交通部，如果要对他进行废照，这个部分是依法必须报到交通部来核准。万航表示，送出意见陈述书了后，目前全体员工正常上班，因应暂时停飞，安排机组员进行机上安全课程等教育训练，嘛鼓励员工趁这个机会消化还未休了的年假，一月份的薪水也照发，继续营运无问题。目前远航就是还是静待民航局的决定啦，那员工还是一样正常上下班，然后我们也是有鼓励员工休假，有的休假补休啊，就是反正我们现在是鼓励同仁休假。不过到机会复航，无具体的答案。交通部表示，民航局对春节的班机已经有备案，离岛航线优化性价比用放大机型加加班，麦克同军机加海运备案，预计23公布后一波春节加班机的开放时间。另外，远航的两间甲日本航线会协调日营甲华信，向母公司中营甲华航即区域航线下体飞机甲机组员，伫机组员甲班机的支援之下，预计当负担春节期间的运营。记者综合报道。退付会所管理事业单位欣欣客运发生劳资纠纷，欣欣客运日前对内宣布讲，公司因为在伫咧1806年一站车祸，和台北地方法院宣判要赔4000多万，希望内面的员工会当少体谅寡，由资金的互补互助基金拨一寡去补，或者是减发年尾奖金。不过，这员工讲无法度接受。要死要离走，孩子要学会。新兴客运员工伫咧总公司楼卡集合抗议公司减发年底奖金。员工指出，公司伫咧1806年发生一件公车弄到人的意外，却有对外家属要求赔偿3000多万。台北地方法院今年一审判决，挂利息要赔偿超过4000万。公司今年的效面会是了钱，员工已经答应公司会当卡班来发假日出勤的加班费，想袂到公司这个时阵佫要来减发年底奖金。他一变再变，所以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不知道他到底要扣我们多少钱，有15000到37000，那我们的驾驶员工平均的薪资的年终奖金大概才5万多块，如果被他扣37000的话，那这个年就可能不要过了。对这个代志，欣欣客运回应讲，根据公司内部的规定，司机每个月拢要纳500块的司机合作费，通好来付司机拍官司等等的相关费用。若是发生事故，合作金支出25%，其他是公司来付。啊，不过劳资十二月份以来开过5届的会，劳方无愿意提拨到期的合作金，公司伫咧了解的状况之下，敢会当规划减发年底奖金。判到4000多万，连含利息，这么高的额度，我想不是一家完全靠这个劳力密集的一个行业能够负担的。目前的预算额度大概每个人在减资大概1万到15000之间。
欣欣客运强调讲，虽然因是退休会旗下的事业单位，啊，毋过家己负担了一部分。公司过去逐年都发两个月至两个月半年底奖金，即个强要求赔偿真侪钱，干来当请员工做回来负担。台北市的劳工表示，因为年底奖金毋是薪水，照法规来看，雇主有趁钱就应该分，啊，毋过若是因为有困难，检查或者是无法拢无违法的问题，呼吁劳资双方继续协调来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对着我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森林白寮六轻，在今年四月初七发生爆炸事故，在地居民也活在噩梦当中。森林地方法院宣判讲，台化三厂的厂长郭俊伟丁七人，牵涉失火烧害厝体意外物件，给人判拘役三十至五十九天。今年四月，台塑六轻芳香精三厂发生爆炸，引起邻近的卖料甲台塑两乡的民众惊吓，也造成客家也个养殖业受到损害。森林监控认定，厂长计从违建七个人发现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后，又驾驶无多联络厂商，答应计只是伫设备破坏所在，甲泄漏的石油气切线去，无进行紧急停机，最后造成导火爆炸，应该负相关刑责。森林地方法院判决，厂长这七个人被依照失火、烧坏主体建筑物等意外之不罪，分别判处拘役三十到五十九天，并一颗罚金，缓刑两年。日后台塑有跟他们求偿的话，他们担心这个部分可能会一辈子都赔不完啊。虽然知道可以停机这样做，但是没有这样做，这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过失所在。他们只有在监测、持续监测中，那这部分合庭认为是说是。情有可原啊！判决书也指出，合议庭法官考虑七个人只是大企业下面的小员工，确实有一定限制，加上过去无任何的刑事记录，在这摆事故中付出代价，所以予伊缓刑，甲要求公益付出。对于这事件，台塑方面讲已经加强员工紧急处置能力的教育训练。我这个代志发生了的时阵哦，又再重申确定有状况，马上就可以停机。是，又重新哦，再哈。宣布哈，啊，好，大家都哈，快让哈完全遵守过来。森林地方法院庭长发言人指出，台塑六轻起爆这案件，刑法仍然针对自然林的违法行为做采取。过去几摆公安事故也是针对造成事故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台塑公司未来在公安能加强，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的殡仪馆空间不足，不过要开发新的新馆，刷上挖社区引起居民的反弹。不过面对这款情形，在今年十月也是继续动工，在今日透早，居民也到市政府去抗议。民众局报道，提票去抗议殡仪馆破坏社区安宁，因为高雄市政府要增加殡仪馆的空间，邀请企业增建殡仪馆，啊，不过社区已经真侪个表达反对，不离个工程也是伫咧十月份动工。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你急着在这不满三个月的过程，你把它发照了，发照了以后，这前面还有三次的公听会，大家居民是否决的。新的殡仪馆是高站楼的大楼，伫咧高雄殡葬专区的边仔，甲附近的社区是离无到200公尺。居民希望讲工程提早停止，啊，毋过市政府驳回，专案是以促进民间参加公共建设的方式来开发，而且这个所在是企业的私人土地，伫咧民国70年就已经提到，时间比社区形成时阵搁较早，而且开发许可嘛拢已经依法来申请。那94年他开始提出申请。那102年，我们准予他设置殡葬许可。那107年，我们依照出仓法也审查通过。委员有参照考量到我们大高雄270万居民这个殡葬的需求，所以把我们地方的公听会诉求就没有列入考量。市府强调，讲高雄因为殡仪馆无够，最近这几年民众办丧事上侪等个10天才会当排着礼厅，目前真需要新的空间。啊，不过居民指控市府完全无让步，绝对有官商勾结，会继续来抗议。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中山大学在3年前就冲大声施行性别优先宿舍，也就是无分查甫查某，拢会当住伫同一栋的宿舍，连下间啊便所拢无区别，只有困的所在房间有分开。第16才发生讲，查甫学生伫咧洗身躯的时阵，被偷窃，警方也当日调查。不过校方甲学生拢认为讲，这是个人的行为，也支持这款宿舍的存在。
就捷入口也真有监视器，中山大学一栋翠兴 A 栋宿舍设置性别优先宿舍，三层楼和男女学生单共一间无共的房间，虽然有安全管理，但过十六节女学生洗身躯时，发现有人用手机偷拍。洗澡，然后有被偷窥的感觉，有被偷拍的感觉，然后好像有看到影子之类的。好好知影了，发现浴巾仔的隔板芳香大芳，赶紧来补强隔板，并且在洗身躯的入口加装监视器。还过好好三年前就开始试办性别优先宿舍，由学生家己申请。这学期有55个人住，发生偷窃事件，学生认为跟男女住同层无啥关系。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就是风气比较自由吧。混合宿舍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没有对错。性别友善宿舍不应该跟偷拍或是色狼画上等号。任何的宿舍都可能会发生偷拍的事件。你男女学生住同层，是不是需要特别保护女性？妇女团体认为，应该再加装警报器，不过也免太过度管理。在警铃可以设置一下，就必要紧急求救的那个部分。还有就是透过一些视觉的穿透性，他也不大敢就是在宿舍的外面去做什么偷窥的行动嘛。性别意识提升，包括大师大、大大这大学也规划开办性别优先宿舍。妇女团体认为，加强性别教育，让男女自然相处，也让跨性别的学生多加较舒适，这是性别优先宿舍的目的。就偷窃的嫌犯，警方已经掌握特定对象调查。记者施荣华报道。由行政院核定太空科技当前发展计划，由产业界和学术界做会开发十粒卫星，也成做咱台湾的太空产业国家队。不过，本地伫二七透早被发射出去的卫星，却予当地居民动点，讲这块土地本地是登记饲虾的土地，那是安怎变作是发射基地的？也予发射计划先来暂停啊。预计二七透早六点，要伫台东县大新乡南丁村试射卫星去200公里的高空进行电力站实验。负责的正兴太空科技公司直接来甲全民说明，没有安全的顾虑。我们跟各位保证，安全是绝对没问题。村民到当才发现，庄仔内原来有人租10公顷饲虾的土地，竟然是卫星发射基地。不过村民早就怀疑无单纯，因为饲虾场有青色伪装建筑，四边边啊搁围铁网真神秘。最近有居民拍到张来亲手抵达发射架的铁架，才发现通喷气。官府嘛，伫8月到11月，伊才违规使用农地，连续罚地主拢总40万。在这个基础上，你们的诚信度在哪里？自己关门做事情，好像这件事情我们偷偷摸摸的在做，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很不对的一件事情。当地居民质疑，为测试验基地早就已经起好啊，要试射前七天才来说明，分明就是要居民背书，后尾全村拢无同意试射，正兴太空科技公司只好宣布暂停，先沟通。这边跟大家说抱歉啊，非常的抱歉。那我们的原意还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能够大家都是一个最后一个双赢的结果啊。陈建生表示，日韩各国拢有卫星试射基地，而且带动当地的观光发展，未来也能带动南丁村发展观光。不过，当地居民拢认为讲，若是有遮好的规划，政府甲厂商应该老实公布，而且事先就甲居民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联邦众议院第19通过弹劾美国总统川普的两项条文，在明年正月的邮局活动和片头的参议院进行弹劾审判。目前两党针对团政人的问题开始进行激烈的辩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讲，若是无不清楚审判方式进行，就袂把这个案件交出去。川普19正做美国史上第三被众议院弹劾总统，暗个人权甲妨碍国会调查这两项弹劾条文，在共和党占多数优势参议院审判成功几率是真少。当日在民主党第六场，也是最后一场总统提名初选的辩论会上，大部分参选人议员加州川普失格失德，要将弹劾进行到底。唯一欢喜参选人杨安德，呼吁爱不是看待这场胜负一定的拼场。We have to stop.Being obsessed over impeachment, which unfortunately strikes many Americans like a ball game where you know what the score is going to be, and start actually digging in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that got Donald Trump elected in the first place. My job is to just go out and make the case why he doesn't deserve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another 4 years. We cannot have a president with that temperament who is dishonoring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众议院上紧会伫明年一月将弹劾案送参议院启动弹劾审判，两党已经针对审判方式展开攻防。民主党希望传川普的左右手出庭作证，共和党是表明速信速决，无需要搁传证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在了解参议院如何进行审理进程，会将款提交本案，和共和党是无啥啥。I'm not sure what leverage there is in refraining from sending us something we do not want.Is the president's case so weak that none of the president's men can defend him under oath? The reason why she is hopeful that she has even just a small bit of leverage is that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is trial to happen. He wants to be acquitted. He wants that to formally happen, on live television in front of the nation.对佩洛西切断川普推文口说，讲共和党人伫众议院弹劾表决一票拢无走，展现空前团结。民主党的案件确实烂到唔敢送去参议院，要求马上进行审判。当一下晡，川普伫白宫宣布，原本是民主党一个众议员范德鲁正式加入共和党。范德鲁伫19弹劾投两败反对票，伊表示家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相信川普对美国经济一切努力。伊认为社会主义伫美国无立足之地。会永远支持川普，川普也回应会全力支持范德鲁连任参议员。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的森林野火，伊的范围也冲破450,000公顷。消防单位也讲，大约有100多个所在火拢拍袂花，甚至有两个消防队员因为这个火灾来死亡。火场附近的消防分队头前，澳洲国旗和新南斯威尔省的升旗已经降一半，来悼念殉职两名义勇消防员安德鲁和吉欧夫。根据当地媒体引用消息，两人是驶消防车去火场支援途中，被倒落去的树啊跌到冰车。We do need to honour these men and recognise.That there is no finer person available in my view than someone that is willing to put themselves on the line for the want of nothing in return, no remuneration, no nothing, but other than to simply 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 in their local community.澳洲东华两位技校不幸殉职，不过这回住在西澳的12岁查甫囡仔赛车幸运逃离火场。外电报道指出，卢卡斯爸爸和兄哥拢外出协助救灾，伊一人伫厝看火势，接近主体，赶紧抱狗仔赛车逃走。虽然西澳的火灾灾情不如东华严重，不过卢卡斯伊这么巧和幸运，连消防员拢真懊恼。It was a pretty scary environment, like lots of smoke, visibility was very low, you could see the flames, they were quite high. 热天高温和严重火灾恶性循环之下，热浪变得更加强。澳洲已经有很多所在气温超过45度，澳洲南部甚至出现接近50度的高温。气象预报显示，热浪至少会继续到这周末。在这状况危急的时阵，真久无出来总理莫里森总算第二站，透过总理办公室对外证实。家出来的人伫夏威夷度假，虽然表示逐天拢有无聊汇报火灾上新灾情，不过挡袂住大家批评压力。除了公开会议的也宣布提前回顾坐镇指挥救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印度有真侪大城市，为了要抗议有关歧视的公民法修正案，民众也在街头示威，已经连续16天啊。警民冲突也造成9人死亡，上千人受虐。甚至政府伫真侪所在禁止集会游行，搁甲网络拢总禁掉，也是无法度阻挡人民想要争取的决心。印度全国各大都市19有几啊万人行上街路抗议因口中反穆斯林法。印度当局为了减少街头运动，在首都德里、北方省和自行工业当地、卡纳塔卡省几个冲突地区，实施禁止集会游行，甚至是关网络通信的措施。不过，民众照常行上街路示威，警民冲突的场面也愈来愈厉害。芒格洛市的警察以示威者想要放火烧警察局为理由，对抗的民众开枪。造成2人死亡。Clearly, we'll enforce and we'll see to that every action request to uphold peace will be done. Okay? You call it curfew, you call it prohibitory order, we will enforce law and see to that nobody creates any violence. 另外，一个爆发严重警民冲突的地点是北方省的勒克瑙，示威者放火烧停在路边的车，警方发射催泪瓦斯，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死亡，10几位警察受伤。112人被抓。
印度网络社群媒体一直出现各政党、公民团体、学生甲一般民众，呼吁大家一定爱去参加，暗过一定爱和平抗议信心。And as a citizen of this country, and as somebody who is has been born and is grown up with a certain idea of what India is, it is important for me to raise my voice for a few reasons.印度国会顶礼拜通过公民法修正案，来自周边三个以穆斯林较侪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的非穆斯林非法移民大开大门，欢迎就地合法摕到公民权。啊，不过上有争议的新措施是，莫迪政府计划展开全国性的人口登记，任何无法度提出文件证明祖先出身印度的人，会沦为非法移民。举例来讲，东北部的阿萨姆省有190万人，都可能变成无国籍的人。批评者攻击莫迪领导印度人民党 BJP， 想要将境内200万穆斯林边缘化，新法阁违反宪法政教分离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澳洲法院19裁决，西班牙政府应该爱把拘禁起来的加泰隆尼亚前副主席冯克拉斯放出来，让伊尽澳洲议会议员的责任。也因为伊在今年五月份的时阵当选澳洲议会议员，会当有法律的免职权。伫咧西班牙巴塞隆纳街头，数十个支持加泰隆尼亚独立的民众，要求马德里当局把目前被人关的加泰隆尼亚前任副主席冯克拉斯放出来。Pues es la sentencia que esperábamos, una sentencia justa y a ver qué fa la justicia española. 澳洲法院19裁定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人士冯克拉斯，伫咧今年五月当选澳洲议会议员了后，就有法律的免职权，马德里当局应该把伊放出来，让伊实行议员的职务。流亡比利时的前加泰隆尼亚自治区主席胡伊格蒙特马道赞声：“que s'ha de revisar la mala praxi de la justícia espanyola en el procés i condemna dels líders catalans。”澳洲法院判决会带来什么结果，目前还唔知。不过，这干那表示会推翻西班牙最高法院伫咧七月时买予冯克拉斯停止申请靠岸的决定。冯克拉斯是伫咧五月澳洲议会选举时，他就参加丢币马德里禁止的加泰独立公投，伫咧西班牙予人申请靠岸。不过，伊有完顺利当选澳洲议会议员，但是被禁止离开加格宣誓就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到咱台币的消息。美国众议院有三分之一的众议员，拢总有160位，做会向美国贸易代表海德莱泽呼吁要推动台币双边贸易协定 BTA 的谈判。台湾的外交部也表达感谢，学者也拢认为讲这是台币关系变好的表现。美国联邦众议员夏波在推特骄傲宣布，甲台湾连线成员共同发起联署，成功获众议三分之一席次，总共160位众议员。夏波和贸易代表莱特海泽说明，台湾是美国的长期朋友甲伙伴，呼吁行政部门启动台币双边贸易协定 BTA 谈判。咱国外交部是表达感谢。外交部呢，对于美国的国会再一次的展现跨党派的力挺台湾的坚定的立场，我们表达诚挚的感谢。跟台币关系提升比较，美国跟中国跟他愈行愈远。澳洲集团全球市场研究家战略主任尼古拉斯·康森瑞预测，美中关系会在2020年进入下一阶段紧张，对意识形态跟价值观则出现真大无相的意见。国会现在是一片反中的情绪啊。那么社会上基本上也是一个反中，在这种报复反报复的状况之下，那么彼此那种不信任感，彼此对彼此没有好感，那种螺旋会持续的上升。在台币短期内是不是获得顺利签署 BTA？ 丁秋欢认为有困难度，尤其是是不是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会让台湾在谈判时感觉压力。不过中经院 WTO 中心副执行长李顺是认为，近年来是台币贸易谈判上好的时机。特别是这两年，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善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接下来的这一两年恐怕是台美如果要推动这个双边协定最好的机会。尽管学者拢认为，这摆众议院写批予贸易代表是台币友好表现，不过无表示讲签署贸易协议过程会真顺利，真正上谈判桌挑战才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各位观众朋友，您敢知影？只要台湾总统大选到时阵，全世界的政治研究学者拢会来到台湾做观察。
香港政治秘书长吴金峰跟两位成员本地受到邀请，要来台湾考察台湾明年选举。不过，因三人却因为反送中的抗争案件犯官府，案件无审理清楚，所以法庭唔让因离开香港。吴金峰也表示讲，这是第三摆申请被拒绝，这期讲是北京定的施压，也因为无法度来看到台湾选举，感觉真失望。2020的台选特别高啊！最近这几年选举拢会请海外人士组成观选团来台湾交流，感受台湾的选举气氛。香港政治秘书长吴志宏等等的香港人嘛，伫今年去用邀请。啊，不过吴志宏甲香港政治主席林东岩、香港政治成员周庭，拢伫咧今年反送中六二一包围警总，去用指控煽动组织甲参加非法集结，所以12月19日申请保释离开香港，啊，不过却拢去予法庭来拒绝。如果是就香港的官选的受邀者来说，当然是非常罕见的，当然很可惜了哈。他们就是说，台湾的总统选举也四年一次嘛，国际形势的紧张的情况之下，台湾人怎么样处变不惊的继续在玩选举哈？这个我想是他外界他们非常关心的啦。因为法官考虑个包括逃走的风险，法人民主书院嘛认为吴志宏无法度来台湾，无完全是受到政治干涉。香港学者嘛是同款的想法，而且指出香港无真普选，所以一直以来拢会有小政治的民众会去参加交流团来台湾考察。而且今年拄好去拄到反送中运动，会当料想会到今年绝对会有更卡侪人想要来参加。一直以来，香港人都是很对这个台湾的大选很有兴趣。那么今年因为这个政治化的因素。对兴趣更加大的人也会更加多啊，对香港来说。吴志宏是用短信的方式，甲公司的记者表示，法庭已经是第三届拒绝伊的离港申请。这期法庭受到北京的政治压力，台湾这届大选是民主自由的关键战争。伊甲真侪香港人拢一直伫关心这场选举，法庭的决定，让伊失去亲身来台湾见证的机会。据记了解，吴志宏原本要参加的观选团，规模超过两台游览车，伊计伫咧明年1月12日选举的前3-4天，小连续到台湾，伫组织活动、投票、宣布结果等等的过程，拢是考察行程的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气真充足。中央气象局玉山气象站挖道的时阵，有观察到玉山落到今年头一阵的雪，而且今仔日玉山也是有机会继续落雪。那阵水气往北散，温度也有较低，中部以北的关山也是有机会落雪。在今仔日玉山上低温度接近零度，搁再加上东北季风倒三工落到今年头一阵的雪，气象局也讲，在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开始减弱，水气甲温度拢会受到影响。后一批的东北季风比较较大数，接下来几落工落雪几率不悬。环保团体伫20日开记者会，指控环保署所定的空气污染标准法内面的臭氧统计资讯含法规，甲民间团体所统计是差真济，无多依附民众的健康，甚至有一日超过8点钟臭氧拢超过标准的高雄林园，伫一年当中就有161天。城市臭氧的问题愈来愈严重，会伤害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甚至引起下骨头痛。环团伫20日开记者会，指控环保署所定的空污标准法无法度维护民众的健康。根据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的统计，2018年六度臭氧8点钟超标的日数，高雄的林园站被点名有161天上最，超过5个月。美国每5年就要检讨一遍，我们从来没有检讨这个臭氧，然后也从来不去。规范说8小时臭氧，目前才是主要的这个要注意的事情，都没有在修改。包括台南的阿兰站要超标117天，台北、台中的7站也分别有70和80天的超标，就让知影臭氧的问题已经愈来愈严重。严格环团指控，环保署甲民间团体的统计差真多，呼吁应该修正臭氧达到8点钟平均值的判定方式。也无应该等到四位管区即阵臭氧拢达到标准，才甲标准加严。你要去跨部会的去协调我们的卫福部，好，去提供数据让大家知道，这个去教育我们的民众，
好，然后这个我们的教育部能够要去教育我们的民众说，哎，这个教育我们的民众这些空气污染造成的伤害。外界对于我们判定方式是希望能够建议说能够引进八小时的一个平均值的一个判定方式，我想这个建议我们会纳到未来有关我们在修正这个判定方式的一个研议的方案之一。对此，环保署澄清是误会。加严抗病标准是兼顾多变强，严格承诺会参考环团所提出的建议，依照可行性、技术性来列检讨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双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伫台中有一名二十岁头一摆做妈妈的人，囡仔拄出世也未满月，就因为二奶啊骨吐送到病院急诊。医生发现讲，囡仔头壳内面有出血情形，问者知影讲是爸爸摇囡仔的时阵摇一个伤过大力。医生也提醒民众讲，若准囡仔吐袂停，脚手阁僵掉咧，就要赶紧送病院。在台中有一位二十岁头一摆做妈妈的人，因为囡仔出世也未满月，而且佫一直二年啊，佫吐，被送到病院急诊。医生发现讲，婴儿头壳内面有出血伤痕，有新有旧，怀疑是吸入大人液体。他的前心门的状态就是他已经明显的膨起，而且摸起来的质地已经像皮蛋。那如果说前心门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意味着颅内绝对有一个让他压力变高的状态。医生表示，三个月来，婴儿头壳甲颔骨拢真容易受伤。大人伫咧摇囝时阵，伤过大力拢会造成脑部伤害。这个查甫婴儿拄上来时阵，脑压真悬，好佳哉有救回来。也提醒大人，婴儿若是一直吐、眼神呆呆、脚甲手拢僵起来，就要赶紧送病院。他会是比较喷射状的吐奶，但是身体有明显不适的孩子，他在哭闹的时候，他的身体背部是整个拱起来，是所谓脚弓反胀这样的情况，甚至手脚啊会很生气的舞动。头部的部分，颈椎这样。除了吐奶，还有别的症状，很难，是有的会痉挛还是什么之类的。昂昂幼幼婴儿未晓讲过，不过医护人员会当透过囡仔镜头来了解囡仔是安怎防对胎的，甚至甲大人所讲的话斗袂白，拢是医生判断的根据。提醒各位爸爸妈妈，若准婴儿一直吐、头壳遐挖天门的所在，若是有破一堵，就要赶紧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辐射处事件到今也已经要三十年了。福安会长期伫咧追踪辐射量较少的厝，却发现讲，就算辐射量较少，住伫内面的民众也是有增加流感的风险。1985年，原联会发生全台湾第一间辐射处，暗个煞无公布，一直到1992年，辐射钢筋大规模污染结物的事件，才少连续去往公开。总计全台湾有超过1600户污染建筑物，算是辐射处，影响超过10000人。台湾辐射安全促进会学者用30年的时间，结果发现，就算讲居民是暴露伫咧加热量，也是有可能增加得到癌症的风险。他们有比较多的这个染色体的断裂，那染色体断裂就是会造成很多癌症的先期的一些病症这样子。那虽然我们持续研究有发现说这些断裂的细胞随着时间有变少，但是其实这些伤害其实就已经在体内了。化学会表示，杜莎在年登记追踪的报告显示，杜好些事件发生较紧，台湾已经有247个受害民众因为安尼得到癌症，查甫的有113人，查某的有134人，其中12个人是肺癌，236个人是骨体癌。李强研究嘛表示，由于好些虽然无上个安全地，啊，不过女性若是第一届拄到好些的年会是伫咧20岁以下，每一届累积100毫西弗，都有可能增加得到罹癌38%的风险。辐射它其实会让物质游离，所以进到身从体外，然后影响到身体里面，那要看每一个人对细胞修复的能力，好，那如果说细胞可以修复，它可能它的罹癌率就会比较低。根据原联会统计，全台湾超有1669户的辐射处，其中已经拆掉的有129户。福安会呼吁，虽然得到癌症的原因也有真多，啊，不过也是建议各县市辐射暴露群的民众，也是要定期健康检查，才会当保证身体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地区负责东镜头急救的病院，为了要提升急诊室的效率，特别来结合人工智慧的急救设备，也改善流程，改变让医护人员一直行来行去，也会当有更加侪时间去处理需要急救的人。嗯，取药数量不正确。系统发声音出来，经过有加提药的状况，提醒护理师要注意。家己基督教病院的急诊室引进这台电脑智慧药柜，准备要伫咧启用了后，协助急诊的病人减少等待治疗用药的时间。
这个药物可以直接让我们取药，那病医师看完出来之后我们就直接给药，那对于病人的治疗来讲，这是一定是提高他的接受止痛药物啊或是一些治疗药物的速度。这间病院是嘉义地区重症急救的责任病院。根据卫生局的统计，一月份到十一月份急诊客满的通报就超过120次。啊，不过过去急诊的治疗方式拢是病人伫咧病床边啊等待治疗。这间病院参考素食业者的方式改变流程，和急诊的病人对医生看诊了后到病床的时阵，就已经得到治疗啊。从那个医师看完整诊间，直接就进到这个得疗素的这个医护治疗站。那在这个治疗站就做可以做抽血、给药、超音波的心电图的检查。我们预计可以缩短从病人得到治疗的时间，应该可以缩短15到20分钟以上。医方表示，家己市急诊患者一年超有10万人次，平均每个月拢有7000-8000个民众来看诊，所以减少轻症患者的数量，保持急诊室对重大伤病的救护能力，才会当来应付常常发生的紧急状况。记者综合报道。那是这个时阵去到婚礼的树哦，四界拢会当看到人伫咧拍乌鱼子，为了要配合人的口味，乌鱼子也拢生较正，身体也较无负担。一鼻一鼻的乌鱼子放伫车顶，准备要杀去地洞。这个动作，逐日都爱做几啊摆，目的就是希望减少乌鱼子的水分，好肉质更加十八。地较会扎啦，哎，啊较 Q 啦，啊用这天然的较水，伊的乌鱼子较会金头。哦，哎，逐工一工也拢变。照恁吼，伊的用你拍的加做，从较早阮就是拢安尼咯。用传统方法做乌鱼子较够工，不过口感会加较 Q。业者嘛讲。为着下现代人的口味，因会把乌鱼子是较正嘞，唔那会使表现乌鱼子的芳气，嘛让消费者食了较无负担。消费者拢爱盐分较低嘞吼，较袂较健康啦，食伤也食伤咸都讲个对乌鱼子无好啦。因为产季的关系，一般乌鱼子拢是过年时啊才有通食，或者是摕来送礼。业者表示，乌鱼子就是爱选大鼻的，色水无同款。其实食起来袂差伤济。十一月尾啊，到十二月，到咱旧历过年，疫情就拢有啊，肉较厚的，伊个较会嚼。这小弟在人介意的，小弟拢差不多食拢同款。昆林区鱼会，逐年拢会办乌鱼子比赛，就是希望会使鼓励业者用心做乌鱼子，通甲昆林出产品质上好的乌鱼子推销同人知。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保利的图书馆伫咧推动生活博物馆的计划，最近也有编物件的课程，材料是用玻璃纸浆的纸签仪，用在地物件做在地文化，咱也做回来看。老师拿解说基本的编织技巧，那是还给学员看。这个课程是以白布做传统技艺编织为主题，上届特别的是用的材料，唔是毛啊、竹啊，也是线，是在地玻璃纸厂业者创新研发的纸签仪。而且这种材质的韧性含耐水度拢真好，还蛮好编的，它的柔韧度还蛮好的。纸缎带它的感觉比那个束带来的柔软，然后触感来的滑顺，就是不会有它的危险性，但是又比纸张的纸质还要坚韧一点。它是从木纤维由来的一个编织材料，它的这个产季跟它的这个长度就比较没有受限了。手工编织是北部做真重要的传统文化技艺。南投保利鼎立图书馆为了推动生活博物馆计划，特别办北部做编织研习课程，佮结合创新的纸纤维，吸引民众同齐来学。啊，这个编织出来物件其实吼，迄对当吼，第一嘛防水啦，嘛环保啦。传统做纸结合科技，变较真实用，佮实行，佮运用伫生活当中，让文化佮较有生命力。保利鼎公所嘛计划要争取创新计划，帮助传统做纸的业者找到转型的机会。五万未来玻璃的纸会当变成地方上有特色的文创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在屏东南边的仁和村，村长赵志康甲别人无爱的砖啊，重新来画色，塌塌的也成做地方的公共艺术，也让这个地头变甲真活泼。村长甲志康当日为这个废砖啊就色。屏东南边仁和村的村长罗丽美。打算伫即个科护寮公园打造一条新的健康步道，步道两边的造景就是用捡来废砖啊废物利用，变作结合匠人创意的装置艺术。
我们是收集人家不要的那个空心砖，然后把它彩绘成彩绘比较漂亮啊。我是一边要做成一个健康步道，用那个鹅卵石，然后用那个空心砖哦，把它隔离起来。一早起都真侪志工要来参加彩绘树工，讲那是会当斗阵，甲社区整好水水，收到就感觉真欢喜，真有成就感。希望翻过健康步道，会当吸引更加侪人来到那边佚佗。觉得心情会很快乐，因为会吸引很多人来这边走，然后下午的时候就会很多人来这边散步，那就会觉得说我们做志工就很有意义。仁和村的村长罗立美强调，完工了后健康步道会配合边仔的莲雾花灯，五两石两平的装置艺术，也欢迎民众翕相打卡。望游客若是来到科孚寮公园，那会当观光行搭，也看会到和以前完全无同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千算万算，唔达天一位。人类对古早开始就对抗大自然，有一个国际考古团队发现，讲在7000年前，人类就开始做爆发，就是要对抗海平面涨起来。在海里有贴一粒一粒的圆形的石头，这是全世界上古早的爆发。国际考古团队在8月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期刊的研究表示，7000年前就人类在以色列北部沿岸来起爆发，刚好用来对抗海平面变暖的状况。On this Kuka rocks, we can see two cup marks. These symmetric cup marks were cut by humans.这个爆发长100公尺，其中有真侪重量超过1000公斤的大石头。啊，不过因为几落千年以来，海平面继续来变暖，已经沉落海底。学者认为，7000年前差不多是冰河时期的末期，迄当阵因为冰川大量融起，造成海平面变暖，而且佫常常出现落大雨佮做大水。迄当阵住伫遮的新石器时代村民，都能讲离怪河床搬石头来起爆发。啊，不过海平面变暖的速度真正是收紧啊！村民不得已，干那会当搬离开，落尾砖头嘛去予海水淹去。We have here a live example of a struggle between humans who lived on the coast 7,000 years ago and the sea level, which was rising and affected them, and eventually they have to abandon their villages.学者嘛表示，迄当阵海平面变暖上升的速度，每一年上侪达到21公分，是目前的两倍。啊，不过即马海平面变暖的原因，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Why is it so important? Because today we are struggling with the same dilemmas and with the same problems. Imagine how much money is invested in the Netherland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land often on in New Orleans or in Venice.联合国旗下组织的报告指出，若是地球暖化继续恶化，到2100年，海平面会上升1公尺，会造成真严重的海水倒灌，引起作大水。第四较低国家会第一个受到影响。7000多年之前冰河时期的灾情，可能会阁一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法国的西南部有一座古堡城池，因为起火烧起，有网友直播网络顶头募资，有115个国家25000人出钱到他，一寡出钱的民众也伫伫咧城堡内面办酒庆祝。在法国卢瓦尔的莫特香德涅城堡，伊的三款收入林伫世界115个国家，总数25000人。为荷兰来的这对退休阿婆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月初七特别热闹，参加城堡的所有人的元旦派对。Exciting, yes. Excitement. Yes, I'm happy for him. Very excited. Yes. to be a part of the castle. Yes, a co-owner. You can say. Yes. And yes, it's very special because in Holland we don'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uy something from a castle because it's all.By the government or by private investors. 13世纪起的原本是伯考家族莫特香德涅城堡，中国世纪把两百口英国人提起。1932年发生火灾，加上无人维护，变拍远去，面对强天大的命运。好在现在专门挽救和保存遗址的达泰安博物平台，发起一人50家救火堡行动。顺利的国际引发热烈回响，募到160万澳元的资金。It's really good to have an investment and that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and to be able to go along and see how progress is being made in bringing it back to life.
原本有三款所有人会当行税社保上款，嘛伫明年开始甲民众分享，计划一年开放20,000人参观，会当替国保出来20万澳元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要放假，天气敢会翻寒？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1度。也有未来三天的气象，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嘉豪，咱再会。